糟糕，迷路了，绕来绕去，到处都是花，我们好像走进一座花迷宫里了。都怪你啦，好好的路不走，偏要在花丛里钻来钻去，结果你看，找不到方向了吧。喂，春天，你在哪里啊？春天在哪里啊？哼，春天呢，就在花里啊。其实要寻找春天的踪影也不难，只要看到周围的花草树木都开始绽放花朵咯，或者是抽长新叶了，就知道春天来临咯。嘿嘿，我发觉春天特别喜欢阳明山呢，它好像拿着一只仙女棒到处点点点点点，哈哈，阳明山就变成花海了，爆满咯，花爆满了，人也爆满了，阳明山的花季已经被人潮淹没啦。嗯，哇，提莫子意呢？哎，小朋友，你们呢都只是来看看花的吗？还是想要好好的认识一下阳明山的自然风光跟植物的变幻之美呢？宝宝姐姐建议大家啊，不妨可以参加阳明山国家公园为我们规划的一系列赏花之性之旅哦。因为呢，透过导览员的导览跟解说啊，已经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花花世界呢。请问您是爸爸姐姐吗？哦，我是，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您的预约解说员蔡慕林。哦，戴老师你好，戴老师啊，我看到好多好多盛开的花朵耶，春天啊，这是阳明山最美丽的季节了。对啊，嗯，所以我们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在三月、四月和五月份特别精心设计的书香花影间和大屯喜春游这两个系列的活动，希望能带领大家能更深入的观花、赏花，进而更爱惜花。哦，好诶，那今天就麻烦蔡老师带我们游书香花影间咯。哦，没问题。嗯，爸爸姐姐，这里就是书香花影间的步道起点。哦，走步道啊，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走旁边那条大马路呢？那条是阳金公路，来往的车辆很多，躲在路边并不安全，所以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就采行人车方道方式，在车道旁进行规划的人行步道，鼓励大家多利用。其实啊，除了几条人车分道的人行步道之外，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各个角落都有步道哦。它们大部分啊都是林间小径，绕过来拐过去的，又互相通来通去，走起来啊还真像走在迷宫一样的有趣呢。走林间步道还有一个好处哦，那就是可以趁机做个森林浴。嗯，好舒服哦。哇，老师你看，这路旁的樱花也开得好旺盛呢。还有不同的品种哦，有的花朵啊是单瓣的，有的花朵呢是重瓣的，有的花朵是粉粉的红色，有的花朵啊则是浓艳的红色，真是美啊，一个眼睛看过去就像一片红色的云霞呢。可惜阳明山的樱花已经开到末期了，所以许多花朵都凋谢了，还有的樱花树连绿叶都长出来了。爸爸姐姐，嗯，你要注意哦，这里还有几棵桃花耶。真的是桃花耶，看起来好像重瓣的樱花。小朋友，桃花跟樱花啊，不论是花的颜色、花的样子，或者是树的姿态，长得啊都很相似哦。你知道要怎么分辨它们吗？嗯，我只知道它们都是蔷薇科的花卉，所以花朵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花瓣和萼片，一般都是五片，而且是分开生长的。哼，那个啊就叫做篱瓣花，来你们看，这个呢叫做桃花，这个啊就是樱花，光看花的平面啊几乎长得都一样哦。等等等等，刚才看的那些樱花、桃花、
有的花瓣并不止五片耶，是什么缘故呢？哼，那个啊就叫做重瓣桃花跟重瓣樱花，也就是花瓣比较多的种类。宝妹，你可以来数数看它的花瓣数目哦。重瓣种的花瓣数目也一定是五的倍数哦。那这些多出来的花瓣又是怎么变出来的呢？那个啊叫做演变，它们原来啊都是雄蕊，后来淡化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种花不一样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发现樱花的花朵多半都是垂着头呢？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嘛，花跟人一样讲究礼貌。什么哈姆雷特啊，樱花啊是因为花梗比较长，向下低垂着，当然啊花朵也就呈下垂形状的开放咯。可是桃花嘞刚好相反，花梗比较短，所以啊花朵都是贴靠着枝条生长，看起来很有精神。桃花也快谢了吗？已经长出好多叶子嘞。桃花啊跟樱花的习性不一样哦，不是先开花后长叶，而是开花长叶一起来呢。这个啊是桃花的叶子，形状呢是比较瘦长型的。那么樱花的叶子呢，形状呢就比较胖，边缘呢有锯齿的形状，叶尾啊还有一个小尖尖呢。幸好梅花已经开过了，李花和杏花在阳明山比较少见，不然要分辨的就不只是桃花和樱花了，真是会啼笑嘞。哎，桃花跟樱花有配角了。老师啊，这个叫什么花啊？它叫花八仙，现在正当花期，所以开了很多。白花瓣真漂亮呢，就像白蝴蝶伸展的翅膀。白色的部分不是花瓣了，那是花萼变形而成的包片哦，中间那些小小黄黄的才是它真正的花，因为不起眼，所以它只好用这种夸大包片的伎俩吸引昆虫来为它授粉。真真假假变变变，原来植物是粉荧光嘛。小皮，你看圣诞红的花熬得还真久哎，从冬天开到春天一直保持红彤彤的呢。哈哈，你也被假花瓣骗了，那是它变红的叶子啦。叮咚叮咚，敲敲门，春天在家吗？嘿嘿，爸爸姐姐，你最好跟马对木保持距离哦。嗯，因为它的树叶跟树皮都有剧毒，连马儿不小心吃了也会昏迷不醒呢。难怪叫做马醉木，不过它白色的小花串还有刚发出来的嫩叶芽都非常可爱哦。马醉木啊虽然可爱，小朋友也不可以用手去摸它哦，切记切记，要观赏植物啊应该用的是眼睛。哦，我没吃马醉木的汁液也被迷得醉倒了。哎，这里的樱花开得并不茂盛嘛，哎反而树下，哇，小野花开成一片花毯嘞，还引来好多的蝴蝶哦。啊，我醉了好几遍。哇，原来走林仙步道也是一趟惊喜之旅耶。对啊，我们现在要跨越过阳金公路，转到中兴路那边，那条是通往阳明书屋的大道。阳明书屋哦，从山下可以远远望见它绿色的建筑哎，现在森林里面看起来好神秘哦。因为它以前是老总统的新馆嘛，当时叫做中心宾馆，在老总统逝世之后才改名叫阳明书屋，
当作国民党史料馆使用。现在国民党又把阳明书捐给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现在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啊，这里是阳明书屋，啊，它是坐落在大屯火山群七星山的熔岩流台地上，因为制高点，视野非常的好。啊，我们现在到二楼阳台上去浏览一下景观。哇，视野好广哦，远远的还可以看得到台北盆地呢。对啊，向南方眺望，最远可以看到台北盆地，在比较西边的地方向，还可以看见基隆河绕了一个大弯，然后在关渡汇入淡水河。往东边看呢，比较远的是华冈和大埔台地，比较近的是沙帽山，最近的是阳明公园第一停车场，停满了车子，非常热闹。你看，连大冠鸠也出巢欢迎春天嘞，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一起盘旋在半空，好快乐哦，嘿嘿。度过寒冬，到了春天，大家好像都获得了解放。鸟是这样，人是这样，花也是这样。哇，阳明书屋的花园好大哦，而且啊，还栽种了几棵大树哎。对啊。给人的环境特别的清幽。对啊，在还没建立中心宾馆之前，原本这边是森林公园，这些树哦，早期就有的，所以才会长得这么高大。你看这棵枫香，一看就知道年岁不小了。哇，在冬天落进叶子的枫香。这会啊，冒出新叶喽！小小的叶子又嫩又绿，好漂亮呢。对啊，梅子的嫩叶更漂亮呢，有绿色的，也有红色的，看，还结了果实了。这就是梅子。如果你夏天或秋天或冬天来到这里观赏这些植物，它会有不同的风貌。原来阳明山的春天并不完全是闹哄哄的，它也有几处宁静的角落，可以让人悠闲的散步，好好的体验自然之美呢。听听，这是谁在敲木鱼啊？是五色鸟在求偶啦，小动物的繁殖季节到喽。再继续我们的赏花知性之旅吧。从阳明书屋顺着中心路来到阳明公园。哇，好像全台湾的人都挤到这里来赏花了耶。对啊，因为阳明公园啊，它很适合亲子通游的一个大花园嘛。你看，除了原来就栽种的樱花和杜鹃花之外，公园管理处还布置了各种正在盛开的草花，虽然显得有些人工化，但是一片花团锦簇，倒也增添不少的热闹气氛。另外，公园里面不仅花多树多，还有小桥、瀑布、流水、池塘等等景观设施，并且有草坪和凉亭可供休憩。像这样既美丽又可以做各种活动的空间，对一向在都市里面生活的人们来说，可是非常珍贵的哦。它当然吸引人潮。对哦，连我啊也想到樱花树下安静的坐着，或者呢是到小水流里面泡泡脚，甚至在草地上痛痛快快的打几个滚呢。我已经忍不住了，妈宝姐姐，我们就一起来打滚吧。好哎，一滚之下，八宝配宝妹肯定比 T3 有联龙里面的桂粉跟竹粉还要火呢。不行啦，太搞笑了，小心啊，小朋友会受不了哦。好了，不跟你们说了，现在啊是考验你们脚力的时间到了，让我们一鼓作气往杜鹃茶花园前进。这一道阶梯好长哦，蔡老师，它直接通到杜鹃茶花园来吗？对，其实杜鹃茶花园的位置就在阳明公园第二停车场的下方，
在停车场停好车子的一刻，只要穿过花园，走下阶梯，就可以到达阳明公园了，非常方便，也还可以一路欣赏花耶。老师啊，从阳明公园走阶梯上来就走得很喘了耶。哎，这附近栽种的都是杜鹃花跟茶花，所以啊才叫做杜鹃茶花园，对不对？红茶花、白茶花、粉红茶花、爆米花，哎，可惜我们来得太晚了，茶花开花的季节已经过了，只剩下稀稀落落的花朵了。不晚不晚，看这会儿啊，杜鹃花开得正茂盛呢。这阳明山啊，很适合杜鹃生长的环境哦。因为这种花卉喜欢在冷凉又潮湿的生长环境，而且喜好酸性土壤，那么纬度高又原本是火山地带的阳明山也就正好投其所好了。喜好酸性土壤，哦，原来被形容为村家小姑娘的杜鹃花是个不折不扣的醋坛子啊。别这么说嘛，杜鹃花啊虽然爱脚臭却不会娇滴滴的哟，一般的园艺栽培种啊都很容易种植呢，只要照顾得当它一定给你开花啊。看看满山遍野开着杜鹃花，花色绚丽有多种变化，成丛成片美得像云霞，映照春天好似一幅画，有够劲哦。嗯，杜鹃花的花朵大，花束多，而且啊五颜六色的，往往呢就吸引了大家所有的注意力了。不过呢，这时候你不妨往下面看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小花正在悄悄的绽放哦。告别了阳明公园，告别了蔡老师，我们下了阳明山，来到了位于三体后的花卉试验中心。在花季期间，这里的园艺苗圃也被列为一处赏花的景点哦。想不到吧，在渐渐白天神的树林后面呢、还藏着一个花草树木的大本营呢。而且啊，就靠这个大本营的供应跟布置，整个阳明公园啊才可以被打扮得如此的美丽哦。花卉中心的地方很大哎，又有很多树林、花圃和温室，绕来绕去很容易迷路哎。那就留下来当花肥吧。嘿嘿，开玩笑的啦，你看我有法宝呢。哦，是花卉试验中心的导览图，没错，每一类植物的分区和位置都在导览图上标示得很清楚哦。我也有一份哦。其实来到花卉试验中心参观啊，除了可以申请解说员帮你做导览解说以外，我们那也可以拿着导览图自己来摸索摸索哦。譬如来到这里呢，不用看图也知道这是香花植物区嘛，不用看也知道这是桂花，那是含笑花，它们的香味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哦。其实啊，花香对植物本身来说是为了吸引昆虫来为它传粉，但是啊，人跟猴子很幸运，只要站在旁边就可以享受花香咯。金菊花的香气啊，让我精神振奋，心情很嗨哦，任何香水啊都比不上呢，嘿嘿，还是陈奶奶雄厚。这里也是观叶植物区，每一种植物都有名牌哦，什么孔雀木啦、绿珊瑚啦、变叶木啦，哎呦，这些植物可是只能观不能碰的哦，因为它们的枝叶折断的时候流出来的汁液都有毒呢。不过啊，除了植物本身的毒性以外，这里的花草树木啊可都是不含农药的哟，花卉中心啊甚至连除草器也不用呢。那要怎么除去杂草呢？用人工拔草很费力耶。园丁啊自有妙计，来看看树丛下面。
哎呦，都是落叶，园丁太懒了，也不扫扫。不是啦，这些落叶啊是特别铺盖在这里的，只要让它们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地面，也遮住了光线，杂草就没办法露头啦。这个主意挺好的吧？落叶啊跟树枝的碎屑还有一个好用处哦，就是做天然的肥料。当然我们也可以让它们露天堆着淋雨晒太阳，不过啊如果加一些人为的设施会更好哦，譬如在堆肥上面盖个棚子，免得淋了太多雨了。然后堆肥里面要加一些氮素，就是鸡粪啦之类的，平时啊就用浇水的方式来控制水分，再用块黑布把它们盖起来，行啦。里面的温度啊会一直升到摄氏70度呢。哇，让它们闷着发烧啊，一定臭烘烘的。答错了，经过了高温发酵的堆肥一点也不臭，反而啊更有威力的把菜虫啊病菌全部杀光光呢。不过啊也不能光让它们闷着发烧哦，必须定时的翻动堆肥，或者呢是在堆肥里面插几支通气管，好让氧气跟废气能够自由的流通。有了堆肥的滋润啊，难怪阳明山上的花花草草都有好脸色咯。小朋友上山来拜访春天吧，花期呀还没有结束呢，百花竞放的接力赛还在努力的进行中哦。儿童天地，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